勾记的幸福宅邸，安德康设计团队大胆采用视觉变化及设计巧思，为日常生活带进朝气明亮的居住气息。为了整合机灵的玄关空间，设计团队以系统板材整合玄关、厨房为一区，壁面跳色纹理更柔化进门舒畅氛围。设计上以浅色调打底工领域，几何造型壁纸谱写场域活泼气息，有别于以往制式的墙面设计。立面上方仿清水膜木纹系统板材与松石绿连成一气，在层次堆叠下为客厅形塑出特色表情。沿着廊道向内步行，直铺砖墙的壁纸搭作实用的系统板材设计，营造出沉浸闲适的阅读氛围。夫妻俩的起居空间，安德康设计团队融合了清新典雅的花卉图腾，在群山绿树的拥抱下，为忙碌工作的屋主夫妻带进沉浸心灵的美好生活品质。